喜欢什么动物啊？动物我想不到，但是是我喜欢你啊。我想要吃一个甜的，我想甜的，你就是甜的。好呀，可以带给大家。对，哇，吃火锅啊！这个真的很好耶。我唔到自己究竟系怕丑定系心动嘅感觉，系咪怕丑就等于心动？我想，系系，咁应该有啦。好像在喂我的宠物啊。汪汪汪汪汪汪，又俾人撩到，输咗输咗。我看到你想做的事情是想跟另一半去骑中继环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今天就不行，因为今天下雨。对，那我们就只可以这个啦，用这个来环岛。啊，这个也可以耶，这个也可以吗？而且这个可以跟你一人骑一台。对啊，我们就来比比看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。够。你眼神都变了。这个我老江湖了，我告诉你。来吧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有话哎。你有玩过吗？玩过隔壁台，看得起啊，看得出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选对战模式，对战模式。好，好，有了，好期待哦，好期待啊！我不会骑，你要去哪？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台北，我们去台北吧。准备好输了吗？闭嘴！你不说话，要这么认真？哎，没有，我也是蛮怕输的。我是女生。谢谢。我发现他没有换挡，他只有刹车。对，他是自动的。对，他只有刹车。啊！哦，赞赞赞！谢谢。好玩耶！我很在意输赢，但是，你的问题是男生赢我还是输？我觉得是要真的是用力的，然后尽心的去比赛。所以不管输或赢，我觉得如果是实力的呈现，我觉得都好。我头先同佢玩重机，跟住我问佢点解佢咁劲，原来佢就系骑重机咯。哇，好型嘅，我觉得。我中意，我中意。刚刚真系一个唔输得嘅女仔啊！啱啱一上重机，对眼就发晒光啦。阿华真系揾啱地方啦。其实落雨约会嘅时候嚟到咁样嘅游乐场都唔错噶。见住佢哋两个玩唔同嘅游戏都可以玩得咁开心，居然仲可以换奖品添啊！不过你哋拣礼物都拣太耐啦哇！耶！我换到一个舒压小玩偶，你换了一个生纸。两包不是一包，我这个捏，我这还可以捏，那嘿，你要这卫生纸，我等下再送你一包啦，我再加码一包送你，谢谢，好吗？我觉得呢个地方系几好噶，因为我自己中意去机铺玩啦，但系我未去过台湾嘅机铺，虽然呢个有少少系可能俾小朋友玩嘅咁样啦，咁但系都有啲系货年轻人玩嘅，咁我觉得都几好啊，即系情侣啊嘛，就一起打下机咁样。我帶佢嚟其實好驚嘅，因為我之前同女仔去玩啦，咁好多時都係我好勁啦，跟住玩到佢之後就係佢喺後面睇住我玩啊，或者即係總之我自己一個玩咯。但係同剛剛玩咧，佢係同我實力差唔多喎，即刻好刺激，好好玩啊成件事。好了，來到中山區了。哦。你常來這邊嗎？算蠻長的。蠻長的。但我是來吃飯比較多。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吃了饭了嘛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来逛一下的。其实今天呢，过来看一下，你过来看。其实今天呢，我就已经找了一间我来过，其实我蛮喜欢的衣服的店。哦。就是叫你来帮我挑一下衣服的。啊，今天算是自费嘛？对，没错，谢谢你。恒仔果然是有目的噶，话到明台北年轻人市区约会圣地，一定是文青多的中山站周边，呢度好受欢迎噶。巷仔入面有很多特色的小店，尤其是古着店特别多。恒仔找这间的古着百货行呢，
主要提供1970到1990年各式早期的古着服饰，还有一些复古的选品。因为他和阿法丽那行真是太喜欢了，所以今次他决定要带埋 Leica 来 shopping。 这是古着上面的花纹啊，这些材啊，就是剪裁啊，就会跟现在的衣服有一点不一样，就会更有特色。我觉得你喜欢吗？我蛮喜欢的。 你也喜欢吗？对，我之前刚开始学跳舞，其实我是跳 hip hop 的。那就好了，就因为我们都会穿这一种。对，那就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跳吧。好啊。啊，因为我来台湾那么久都已经没衣服了，我希望你换一些不一样的。希望你可以帮我跳一下。可以可以。同埋我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即系我嚟过，同埋今日再嚟啦，我发现呢啲衫系好睇啲。即係我唔知道，大家可以過嚟睇下啦。即係呢西裝咧冇特別靚，但我覺得咧恤衫咧特別靚啲嘅。呢個有我自己個人嘅預見。多謝咁多位，我害羞啊。這感覺可以不用扣扣子。會太大嗎？會啦。因為我就是有一種 old school 的感覺。扣還是不扣？我覺得都可以。它這邊怎麼？還有一個的，應該是沒了。沒了。哇，这一套很适合你耶。有感觉吗？请问是哪里来的港星？很好看耶。就是我。感觉可以再加点帽子。加点帽子比较好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可以加看看。太高了。不好意思。这样。要有正面吗？要戴下去吗？就是这样吗？对，一点点这样。你会觉得这样 也不错吗？就是会有那种很 hip hop 的感觉。我们是要合照吗？帮男朋友套衣服的经验是有，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可能以前交的男朋友都是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蛮可以多元接受，就是跟他说哦这件好看，这件好看，他就可以直接说好，那我去试试看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对，觉得他的那个接受弹性是很大的。怕丑啦，佢头先仲要帮我着咁样啊，跟住我好惊啊，佢好近啊，行得同我，啊，即系会惊噶嘛，始终都你明噶啦，哎呀。行得咁埋異性啊嘛，你明唔明？即係嗰啲荷爾蒙嗰啲問題，你明唔明？行得埋咧就會驚，就心肝仔卜卜跳。係我諗住叫佢幫我揀衫嘅，但係我冇諗住佢同我行得咁近噶嘛，搞到我又要影相喎頭先，跟住搞到我幾咁怕醜仔啊！即係唉，總之行得好近，我有啲驚。嘿，好的咯。那我們都一樣顏色。對哦，就搭上了，我們好看嗎？我觉得好看，我觉得看一下，哇，可以耶，因为我穿这样颜色又一样，对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买单了？感觉可以耶，那就是不是你送我？我送你吗？对，好，谢谢，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谢谢谢谢，老大，我跟你一辈子，走，跟我一辈子，对，情侣装的感觉。都是怕醜啦，其實穿情侶裝冇乜嘢嘅，大家同一色啫。頭先都叫做純粹係，最主要是咧要擺 pose， 要擺嗰啲咧，搞到好驚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好近啊，咁啊就驚咯，就係驚。即係女仔同你行得近，你就會驚噶啦個概念，係咪先？有冇心動嘅感覺啊？我分唔到自己究竟係怕醜定係心動嘅感覺。係咪怕醜就等於心動？我想問，根據你活得耐過我嘅經驗。是咁咁應該有啦，死啦！咁點算啊？情侶一齊買衫係咪浪漫嚟講？我覺得就浪漫，我唔知嘅，因為浪漫呢度好睇氣氛啊、情調啊嗰樣嘢噶嘛，我理解我都唔識啊。咁但係我覺得絕對係一個好活動咯，即係大家可以消磨時間、使錢買嘢、傾偈咁樣，成件事都係即係喺各樣嘢上面都有得著啊。即係又可以用，即係又可以做嘢嘛，係咪先？又可以買到嘢嘛，又可以傾到偈，咁其實都係好事嚟。但係浪唔浪漫就因人而異啦。如果兩個人都好中意買衫嘅，咁呢件事咪好浪漫咯。如果一個唔中意買衫，但係都唔介意陪佢嘅，咁咪都係好活動咯。但係如果你嘅另一半好唔中意去買衫嘅，咁你自己衡量呢個咪浪漫嘅活動啊？我而家開班教人添，可以就係咁啊！你準備好了嗎？準備好啦！我們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，来。准备好了，来。我现在开始教你，左手往右画，画一圈。画圈。然后踩一下。踩一下。然后再画圈。画圈。踩一下。踩一下。它这里看起来就是一二
三四这样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五六七八。Let's go。等于一二三四五 N 六。哦，五 N 六的。比个爱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跳舞的感觉如何？即系我不嬲都系数拍子有啲差，即系嗰啲一二三四嗰啲数唔到。不过唔紧要啦，头先佢数住，我跟佢跳，我觉得起码做到嗰件事出嚟啫，冇问题啦。咁就，希望佢会继续教我多啲啦。因为教我数拍子都好啊嘛，系咪先？其实刚刚虽然只有一点点东西，但感觉出来，他如果练一下，应该会蛮开心的。他应该会很喜欢跳舞这件事情。人又好，系咪先？系咪先？啊，又健谈，又好倾偈，又拣衫，又系咪啊？系咯，系咯，九分。夜晚的中山灯光着晒，真系好浪漫噶。恒仔发现台湾都几多女仔中意饮酒，所以找了一间好潮的樽装鸡尾酒专卖店。呢一间在台湾好出名噶，是中山站的分店，因为在打铁街隔离，所以有很多打铁文化的元素。鸡尾酒的口味非常多，包装精致，成日是用来送礼的好选择。而在这间店铺买了樽装的鸡尾酒，也都可以用他们现场的气泡水机调配自己喜欢的口味的。很好喝耶，挺好喝的。我刚刚看到里面呢有分那个伴手礼一样的，就是送给别人的礼物的、感觉可以很适合当交换礼物。对，那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会玩交换礼物。如果你想在这间店 Turo 的，就有红色的包装、就是这间店 Turo 的。对、我刚刚有发现一件事，他们有附赠那个小卡片，这是松仁啊，用来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刚刚我们拿红星芭乐跟洛神青梅，然后它后面都有说它里面有加什么，像洛神青梅里面有加那个琴酒做基底，然后有洛神、玫瑰、青梅，还有盐跟蔓越莓。哦，竟然有加盐，好酷哦！其实四季春喝不太出来那个酒的味道，其实蛮好喝、很像饮料。这就是我喜欢喝调酒而已。真的吗？好，还是我们好比一下，来，今天比一下，你先干了，我随意，好不好？咦，竟然在我哋冇留意到的时候拖手仔，因为你问咗 Like 啦，佢就中意饮酒，咁我哋成功拣咗一间饮酒的地方，同埋入边又可以买下嘢、睇下嘢咁样，几好，唔错。出嚟仲可以同佢傾下偈，唔錯。行仔拉卡，雖然你哋嘅氣氛好好，但亦都嚟到約會嘅最後一站啦。最近台灣嘅後生仔特別興復古，尤其是韓式嘅貼紙相機，而家道具超級多啊！唔止女仔中意，亦都好適合情侶嚟影相留念。喂，唔係啩？揀個道具啫，點可以玩咁耐噶？原来拍一次只需要港纸25蚊咋，咁梗系要拍多次啦。Leica真系电力十足啦，连同恒仔呢个直男一齐都可以散发出粉红泡泡。恒仔呢张相你要好好保存啦。中山这边，我觉得他选的都还蛮有趣的，就不是一般男生会选的那一种，因为一般男生通常都是要么就是去直接去酒吧，但他带我去的是那一种，就是瓶装鸡尾酒，就是还蛮有创意的。还可以自己 DIY 自己做，比较健康的感觉。不然如果男生找你喝酒，你都会觉得，就那个场合啊，跟那个环境跟感觉，就会觉得好像会有点疑虑，对，就是安全上的疑虑。那后面就是去拍贴机的话，觉得他也很会找，就是真的是现在女生会很喜欢的那种可爱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他很会找一些约会的地方。嗰啲贴纸上嗰啲嘢，嗰啲好好，即系可以行近啲啊，搵机会行近啲啊。咁我可以影相留个纪念，天衣无缝。其实我最喜欢去拍贴机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有那种可以大家一起留下一些纪念的那种感觉，就觉得很可爱。
早晨，午安，系啦，依家十点几啦，咁我今日就约咗佢去食呢个早午餐啦，咁我约佢十一点嚟嘅，咁系啦，仲有啲时间咁样啦，咁我今日拣咗呢个地方，系喺大安区啦，系好多年轻人会过嚟打卡啊、食嘢嘅地方。我觉得咧，虽然我未食呢度嘅嘢，但系呢度嘅装修系好吸引，佢系一种法式嘅优雅风格，就令你觉得哦，好似喺法国咁样啊，望住呢个玻璃。啊，好悠閒咁樣過一個早餐、早午中間嗰段時間啦，同埋做一樣嘢，呢度係拎咗2022年嘅世界室內設計金牌獎，有啲料，唔該許全。琴日同佢相處咗成日，其實都幾開心。個開心嗰樣嘢唔係話我同佢溝通得幾舒服，而係佢係咁講嘢，係咁講嘢，我就咁坐喺度，好似可以發呆咁樣睇住佢講嘢就得。嚇！嗨！嗨！早安！早安！讓你久等了，我有遲到嗎？沒有，沒有，沒有，大概一個小時。沒有啦，是我越早了，哦，比较早在。对对对，早安。早安哦，怎么样？这边还不错吧？很漂亮哎，而且旁边还有小公园。小公园，好吧，这边感觉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？好像非常法国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很舒适哎。好了好了，新的空间。看看要吃什么啦。呢间法式嘅 brunch 咧，就位于台北东区嘅巷仔入边，因为装修好靓，甜品都好靓，系一个热门嘅约会打卡点嚟噶。餐点好食又有颜值，记得最后一定要嗌现做嘅甜品啦！哇！哇！好漂亮！谢谢！谢谢！好，谢谢！哇塞，是咸派耶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吃咸派。你先吃。这个干不了杯。先吃了可以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怎么样？嗯。嗯。哦。有点弯弯热热的，然后底是那种酥香酥香的感觉。它中间这个是蛋，它里面很软，嗯，很软，可是外面很脆。它那个皮是好好吃的那种，对，嗯，它都是蛋，可是它有一种法国的感觉。它会讲法文吗？不是，我住。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料理的手法不一样。蛋可能是同一只母鸡生的，但是不会是同一只，手法不一样。你有没有吃到它是比较，它是法国的蛋，嗯，它很浪漫，法国的鸡，它是浪漫的蛋，它吃了很多法国的茶。对了，你有说你有起重机，嗯，你起重机有没有什么好有趣的事情？有趣的事情，对啊。你知道在台湾的山路上，如果就是你骑机车，不管是骑重机或是我不知道，可能挡车或重机比较会有这样的文化。然后遇到相同车款的人跟你迎面而来，这样我们就会跟对方打招呼。但我们打招呼当然不会这样双手分开，我们就是比个赞。但一开始我都很容易会把，就那时候还没有很熟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把别人的赞看成是中指。你为什么？然后我每次骑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人好凶哦！我说，哇，这个人怎么又骂我？后来我才发现，啊，原来大家比的是赞，不是中指，就很荒谬。就是，那这个误会在我心中就是有多年的阴影，然后到后来我都不敢举，都不敢看。我想看看你骑的照片，可以啊。看这个是我去环岛的时候的照片，然后它是影片。这个是在台湾的一个叫就是六一线西滨快速道路，然后西滨快速道路的那个侧风很大，所以如果因为像我的车没有，也不能说没有后照镜，我的车后照镜在比较特别的地方，所以通常我不会去看那个后照镜，我会直接回头看比较安全。它可以载我的吗？可以载你啊，但我没有载过男生。哎呦，我没有载过男生。那你要载我吗？有机会的话，我们找天去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。好了，这几天都不太行。漂亮吧？太可惜了。哇，你喜欢橙色，那橘色？这还是橘色，嗯。然后我挑了一顶很适合他的安全帽。要配安全帽跟车要配。同刚刚相处咗咁耐啦，我发现其实佢真系重机系好专业咯，你睇得出。哇，同埋其实我都几想试下坐下重机。
我自己最中意係佢嗰個好好直接，但有少少可愛嗰種性格咧。我覺得幾中意，我中意可愛嘅女仔，可愛得嚟又可愛加重機，哇！巧克力店员服务，而且我发现那边店员长得很漂亮，还是你要跟他约会？开玩笑，不准！你在我面前啊，我不跟其他女生对话。很像那个容颜，而且它的巧克力是很浓稠的。哎，它还有这个哦，这是榛果的香味。哦，榛果的碎屑，嗯，漂亮，谢谢。哦，我这个也是，你们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个雪巴哦，它的巧克力是很浓郁的那种巧克力哦，你要试试看吗？不要，我要先吃草莓。好，它里面也是冰淇淋哦。嗯，要不要吃吧？嗯，等一下，快点啦，哎。准备好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哦。怎么样？我喜欢这个多一点。为什么？那个蛋白霜，然后有草莓酱，嗯，然后还有草莓本人一整片的，嗯，一整块的草莓本人。它有一个，它有蓝莓耶。对，莓果系列。然后我很喜欢外面那个蛋白霜脆脆的感觉。它不会，很甜耶。嗯，是刚刚好。好吃耶，你这个。我喜欢，谢谢。继续吃。哦，好像在喂我的宠物啊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是很。乖，好吃吗？吃。棒棒。最心动嗰个位系，佢叫我摸佢头，我先吓亲。OK， 又俾人撩到。OK， 輸咗。我好中意可愛嘅女仔，我少少招架唔住啦，就嚟。仲有約多一次會，我都會約佢出嚟嘅。我覺得可以啊，我覺得可以。嗯，就是跟這個人的相處是舒服的，然後是有趣的、開心的，我覺得這個很重要。如果有冇要再約嚟講啊，會啊，因為啱傾好緊要啊，難得有人啱傾，我哋就約爆。如果终极二选一只能选一个，然后是要当男朋友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景行。就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在想什么，然后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不用猜的。